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清晨，无论是炎炎的夏日，还是瑟瑟的寒冬，全市底锅勇和他的徒弟们总是准时相约到这里练习形意拳。俗话说，欲学形意拳，先占三天桩。桩功练习在形意拳中有筑基基、壮其体的作用，也就是打基础、强身健体。顶头、含胸、沉肩、坠肘。 李国勇一边耐心地纠正着徒弟们的错误姿势，一边强调着动作要领。对于形意拳，李国勇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理念。关于气沉丹田的问题，我练形意拳的时候，后手拉回，要撞击小腹。撞击小腹就是为了气沉丹田，就是为了发力要整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学习了运动生物力学。 对我的拳术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。形意拳还有一个要领：肘不离肋，手不离心，出动入动紧随身。在这一点上，力学里讲，你在运动的矢状线上，离着你中心线越近越好。这就是肘不离肋，手不离心的理论根基。另外，形意拳还讲究。 消息全凭后足蹬，后足怎样蹬？必须膝盖向下压，这个膝盖向下压，这样减小地面小腿和地面的夹角，这样容易出向前的蹬力。如果你的膝盖不向下压，你蹬力是往上的劲。所以说，在形意拳的步伐往前进的时候，必须膝盖向下压，然后蹬出去。 就是说这样一样蹬出去，含胸拔背，怎样才能做到含胸拔背？目前有的人把胸含得太紧，这样做的太过了。我认为，只要你双手向内一合，向内一合，两个尖尖微微的向内一合，就做到了含胸拔背。 形意拳是以中国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，模仿动作的十二形，象其形，取其意，内意外形相统一，集健身、气机、养生功能而创立的一种拳术。形意拳经过长时间的锻炼。 可提高自身的感觉能力，对下肢力量和膝关节各部位韧带的强度起到增强作用，同时调和气血，调节中枢神经系统，使人精神集中。久而久之，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，加强新陈代谢，提高抗病能力，起到修身养性之功效。就因这，不光中国人对形意拳痴迷，就连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也争着做李国勇徒弟。 小指一上翻，你的，来，那这样就不行，一翻的时候，容易保护自己。所以这个要经过自己的心窝向正。Yes. OK. 胖。 对，他要打住。OK， 明白。接走，拉住了，对，回来以后，甭意念和他讲意念，甭不要抓到没抓到，抓到也要。 李国勇长期在国内从事推广古籍、古书的教学工作，曾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担任武术教练，还多次受邀去韩国、罗马尼亚、喀麦隆等国家访问交流。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武术非常热爱，他们不但热爱中国功夫，更看重的是中国的文化。外国人给我最大的印象，他们就说是没有门户之见。 对中国功夫非常神秘，但是我教育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中国武术并不神秘，中国武术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系统。他们通过学习中国武术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，从而热爱中华传统武术。走出国门的李国勇，成为了传播 和交流中国武术文化的友好使者，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，他让世界人民深刻地领悟了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，对他的徒弟们深有体会。我是想了解一下新拳和八卦，因为就是内功，反正我也想学一点。然后我在北大，我就碰到了李老师。 我对他人的印象特别好，我觉得李老师就他人的他的性格，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学形意拳了。李老师呢是我的授人恩师，我跟李老师学形意拳呢已经有20多年了，对李老师呢还是有些了解。李老师呢为人非常的平和，他对我们呢非常的和蔼可亲。 而且呢，经常的征求我们的意见，如果说这个比较合理可行的话，他一定采纳。形意拳老祖宗讲，内壮其本，外坚其体，内为养生之道，外为运动之法。形意拳前辈们把中医的藏象学说融汇到自己的拳头体系中来，成为养生健身的理论基础。 这对老年人的延年益寿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。我学形意拳以后呢，就是基本上就很少得感冒，工作效率呢也得到很大提高，另外人的精神状态也大大增强了，就觉得自己呢也是更年轻了，并不是像老年人，也像有的老年人他就逐渐感觉自己就逐渐衰老了，但是进入练拳以后呢，就会拥有一种年轻的感觉。如今的李国勇 依然在发展和弘扬武术文化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努力着、追求着。愿他脚下的道路越走越长，愿他的足迹越走越远，让中华民族的武术瑰宝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。